如果你想感受环塔拉力赛的刺激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景区。我相信你连一圈都跑不下来。别问我为什么，看视频。嗨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胡子兄弟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阿克苏的皇宫湖。现在呢，是在湖泊和沙漠的中间。那么我们在这儿呢，也看到了骆驼。这骆驼比我高。哟，这骆驼鼻子上这是什么？哦。你这头发发型跟我一样，都快没了。我们看这边呢，已经准备好了，一批骆驼啊。哎呦，这骆驼，可以，它会自己坐下来。说你眼睛睁大。来游客了。皇宫湖沙漠越野啊，能玩水又能玩沙。你说阿克苏绝对刺激，大哥的技术厉害。这个技术，欢迎大家来皇宫湖玩啊！皇宫湖，骑骆驼啊！坐一下嘛，坐一下，有脚的体验一下。是，你没去嘛？是，去嘛？对，来了，可以的，来了。你们家正好你们三个人还没体验，去。